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小猪佩奇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小黄人遥控车车玩。好可爱的小黄人，好开心的小黄人，小黄人一定非常喜欢他的遥控车车。看看这面，这面是遥控器的功能，可以前进、后退，还有音乐，可以拆装、组装。小黄人可以拆掉，可以组装。它有仿真音效，还有灯光，可以行驶，是无线遥控的。我们一起玩耍吧，可以锻炼小朋友视觉训练，增强手指灵活，丰富想象力，还有识别形状。把小黄人遥控车车拆出来，给小朋友们玩一玩。车车拆出来了，车车还有遥控器里面都装好了电池，把小黄人装入车车里面。参观参观这辆车车，车车上面有翅膀，好可爱的车车呀，有四个轮子，可爱开心的小黄人是司机，后面有车灯，打开开关，后面的车灯亮了。遥控器开关也打开，发出了好听的音乐了。玩一玩小黄人遥控车车，打开开关，中间按钮是音乐，转弯，前进，Thank you.
了，小妹妹，今天我们玩小花人遥控车车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还可以点击订阅我们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